小黄哦，不是网，是小黄。对，我先看颜色哈，这个礼拜的新品，然后这个是外面有搭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罩衫，因为这是我的菜，我平常会这样穿。布蕾斯的那个罩衫，然后里面是两件式的哦，这是一起卖的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还有蓝色跟粉红色。这个货号是什么？可以帮我翻一下吗？这个是哦，我想一下。C 多，你掉下来就很尴尬。好，我录镜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看我的美背。对对对，我恰你哦，我恰你啊。一家被来偷小了、欸、笑死！六百九，韩国的货号呢？哦，对哦，对不起哦，都很舒服。C4856，四八五六，八五。这一件它这个是就扣子的，所以你也可以整个扣起来，就变洋装哦。洋装啊，这个很比较日系，这个是很日系的。有没有走平常走日系的妈妈就可以这样穿，那你也可以当外套。好，然后我脱掉，这是整件布蕾斯的这个刺，这个也 OK， 蛮舒服的。这个很漂亮哦。站远一点。你老公说罩衫 OK 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不是都不想回家穿全裸吗？拍孕妇，拍孕妇写真哦，全裸吗？啊，对，也可以拍孕妇写真。如果妈妈肚子大的话，就真的可以。我是说真的，可以拍孕妇写真。对，这个很漂亮，我自己有囤好几种的蕾丝版，要囤。所以你之后会给人家拍，还是自己拍？自己拍自己拍，就脚架架一架，然后找个尖呢、欸，找个漂亮的饭店，跟老公说我们去度假，这是理由就对了。